这盘棋讲解是斩杀冠军2009年的智英会，咱们来看这第一轮，李德智对上谢晋，双方走的是中炮对屏风马，黑方先进三卒，红方就过河车。接下来这个棋啊，红方他是走了河口马，黑方把车赶走抓一下，到这儿的话还在棋谱之中，红方出横车啊已经是新变了。黑方的话到这儿啊，正常就车二进一就行，避开这个棋。走卒三进一的话，它是比较强硬。红方一走，把它牵住。黑方这个棋是出车，这儿红方是看住。那对黑方来讲，推炮准备打马，那红方直接看住。接下来啊，就要考虑把这个卒平开。平开之后啊，上马采车反击比较有利。那么他直接选择一个上马的话，这儿啊被人家给拉住了，现在进车想脱身啊，回马就是一脚，如果躲开，那红方就把黑方卒吃掉，这个棋就是白丢一个卒啊，不甘心，所以呢选择弃子。那这组棋的话也是比较凶狠啊，连续呢吃了对方两个兵，保住了自己的过河卒，但是毕竟少一个子啊，红方进炮，这儿是有一个推炮打车把这个卒削掉的棋。那黑方双车一线先绞杀，捕食之后掌车要对，红方他不对啊，目的还是为了推炮把对方卒削掉。那这儿黑方就看住啊，红方先一打，黑方退回就吃马，红方先进了一步，他有跟啊，准备找机会车三平四把车换掉。这儿的话就过来打，那红方他是踩了一脚，这边的话是打着马踩着炮，看你怎么走。黑方平过来吃炮想对杀，简单踩一将一交换啊，他是退了一步，还是吊住你。黑方还要去保啊，在少子情况下，红方呢还比较主动牵住黑方，所以黑方啊赶紧脱身，简单一打，一多棋少。这里黑方打掉，不给他分边的机会，甩开之后呢平车过来，这儿的话是夹中车对一下，双方形成了交换。那么红方是进车啊吃炮，炮一走之后呀，找机会他想吃这个卒，又怕黑方车六平八抓死炮，所以暂时不敢，他决定把马绕上来，黑方冲卒不让啊，那这儿的话他是平开抓对方一下，那这里啊进行一个强行交换。其实呢黑方应该是平炮啊，保留子一作战，卒还困着马，这个棋下风之中可占。这样交换的话，红方直接把士给破了。换之后啊，到这儿的话，他想把对方这个马连续手段抓死，但是这个棋红方先上啊。平过来再回，他认为这个棋啊，只要把马抓死就合定了啊，至少立不败，有机会呢，将来还可能吃掉边边啊，四个卒围城，至少保三个卒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呀，红方落了个士啊，所以这个马你也吃不到呀。那这儿的话抢个兵啊，就认为只要把这个马困住呀，那就要和棋了，因为这个兵也过不来。黑方随时可以给他换掉，红方先把马藏回去，啊，推车回来，抓一下，不让他换，啊，平卒，这边让他挑一个，啊，如果你吃中卒，那就卒三进把马抓死，肯定要吃下面那个卒，平过来，啊，就认为把他一吃就和了。但这个残局的话，红方啊，就利用黑方的缺个士做文章，那这个棋到底能不能赢到呢？黑方是进车。红方呢平车准备硬要上马，到这儿的话这个棋啊挡不住啊，他把这个卒送掉，准备呢苦守自然现招，然后呢这个棋红方就想办法调整，到这儿的话退回，那么黑方他是平车去挡马上来啊，到这儿是挡不住了，然后先补个士啊，过来之后呢再支个士，最终他上来跟住以后啊，甩车准备点将挂角，落象不让，
跳江试探鹰手啊，如果你正常出的话，那可能啊有一个狙杀底箱的可能性，抓他一下，退回，顶住啊，退回，中间一抓，再上来准备抽狙，看住，到这儿的话硬要破势啊，这个棋应该是关键，顶住不让，退回。那么在黑方看来，这个棋啊你不好赢啊，那这儿红方啊平一步抓象，就是让对方两个象呀他分开啊，然后做文章，到这儿的话飞象直接给踩了，他是利用沉压军，你不能吃他啊，这把试踩了之后形成一个车双象，那这路棋能否取胜呢？咱们看一下，到这儿的话这个棋啊他只要跟住马暂时还是问题不大，飞象啊，这边就先走。那么这儿的话，你一将它进去，还是没有棋。然后呢，这个棋啊，一将一根啊。那么这儿想利用这个老帅啊，利用不到。但是对方利用规则，你不能长将啊，那就退一步吧。然后这边飞个象，看样子还在试探鹰手啊。到这儿一将啊过来，最终的话是进一步啊，那说白了这个防守方法就是车跟住马进退走就行了，甩开一将进来啊，这一将可以比马腿把对方赶走就行啊，这样的话他抓两下其实是循环一下啊，最终的话这个棋啊只要守住速度线，他马过不来就问题不大，对方先退回，那就平车过来跳一将肯定是出来啊，到这儿的话暂时还是杀不到，黑方的防守招法应该是进老将啊，你再将我再出，这边将可以退车变啊，应该说这棋不怕，但是需要注意就是进来之后他将你不要直接变，他把象吃了啊，所以他将的时候先下来，等他甩车啊将杀的时候再变就行了，所以只要保证这个象啊不被吃掉那就没事了，实战的话他是担心对方呀有这个跳江啊电车吃象的棋，所以就先下来了，但这步下的呢其实给了红方一个甩车跳马将军抽车的先手，这样的话这个棋啊他就有顾忌啊，临场的话就退车回来保了，以为这样的话就没事，但是这个车的位置差了啊，黑方怎么赢呢？点将之后啊篡位车，所以到这儿的话就不舒服了，一般情况下是车的精英就可以防守住，但关键是他这两个象呀飞到左边去了，如果是象在右边啊，就有精英完全可以守住，但这个象的位置很差啊，你到这儿之后呢现在没法做到这个球星一，因为你走这个他把象吃了，这就麻烦了，所以他只能选择平开啊，但这样来的话红方再甩过来，他这个棋呢就利用你这个棋进来之后他可以破象，所以到这儿的话你还不能进，不能进的话吃着象就落象，那现在象着车啊他先退一将看你怎么走，如果上去跳马再跳马芭蕉马杀棋啊无解，下来的话马五进三啊，富有车三进一上去车三平四杀，进来的话中间可以拍一将，出来的话把象吃掉富有杀招，到这儿的话上啊跳一将车没了，然后这个棋啊还是无解，所以到这儿的话谢靖只能认输，这盘棋李德智获胜。